无级别校里藏刀头。就这么说吧，八十级无级别校里藏刀头啊，卖了10万，那90级的不得卖20万啊？100级的不得卖35万呢？110级的不得卖50万以上啊？这帽子对不对？你这帽子无级别罗汉校里藏刀，然后你的是110不强化的女头，这个女头成本多少钱？他妈出了3蓝字，点完套装4蓝字啊！所以说这帽子我觉得肯定是50啊，没啥问题了，就是罗汉校里藏刀精青啊。当然罗汉精青一定比校里藏刀贵，但是校里藏刀肯定比流云凝滞啥的啊要好那么一丢丢啊。校里藏刀是必备特技啊，风系的必备特技，但是流云凝滞放下啊，放下也算是必备，流云凝滞并不算必备啊。好东西，看一下110头防御，110帽子的防御呢是普通防御的是60到78，强化的话是63到81啊，咱们的是75啊，应该还能熔炼个一点两点，这女头还是个超高防御啊，没啥熔炼空间了都。